Incoming transmission. Nuclear launch detected. Nuclear launch detected. Nuclear missile ready. Timo 的被动技能叫隐形的翅膀。如果 Timo 在两秒内静止站立且没有动作，他就会变成潜行状态。潜行过后， Timo 获得出奇制胜的增益效果，提高 40% 攻击速度，持续3秒。小莫飞刀 Q 是射出一支吹箭，造成固定伤害加 80% 法术强度的魔法伤害，并且使目标在接下来的时间内物理攻击全部丢失。Nuclear missile ready. 小莫快跑 W 是 Timo 打游击放风筝的最佳技能，被动提升移动速度 10%， 受到攻击解除，主动使用时在3秒内获得两倍的被动效果，受到攻击不解除状态。毒性射击 E 是 Timo 的伤害被动技能，每次攻击附带毒液伤害，立即造成固定伤害加 14% 法术强度的魔法伤害，以及每秒持续的魔法伤害，持续4秒。Timo 的大招重蘑菇 R， 它会点亮一定范围的地图，对走进蘑菇区域的敌人造成固定伤害加 100% 法术强度的伤害，持续4秒，并附加减速效果，4秒内伤害效果不叠加，每个蘑菇持续10分钟，一次只能携带3个蘑菇。你还搞不清楚我跟你的差别 Yeah， 我是 Superman Yeah。